真有出息啊！什么时候学会和外人联手对付家里人了？爸，你为什么不能让警察查个清楚呢？如果我哥什么问题都没有，谁被他们查？你，父亲，子君小不懂事，这次的事可能是被人利用了。你好好的反省反省，明天的董事会决议没有你的任命书了。 做错了什么？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做了什么？你为了一个女人，让公司和家族蒙羞。我喜欢青兰，我不会让她受到任何伤害。那我们呢？你就让我们受伤害？子君，赶快跟爸爸承认错误呀！也许我真的不属于这个家。 之旅，干杯！哎，别提韩国了，我从韩国回来，现在看谁谁的脸都是假的。在每一张假面的底下，都有深不可测的心啊。又想起宋康昊了，早知道这样的话，就待在韩国不回来了。这又不是世界末日，至于吗？ 我在短短的几个礼拜之内，被两个男人欺骗呀！哎，我保证这事不会有人知道的。可是我自己知道啊！哎，我每天早上都会被自己的愚蠢吓醒。哎，那就忘了他呀。嗯，我也做过很多傻事啊，最后我还是忘了。是吗？嗯，当然了。 嗯，也许在这过程中有很多事情会难以忘怀，但是时间最后会告诉你，他会淡化一切的。啊，那么就当一切都没发生。对呀，吃一堑长一智嘛，妹妹。<笑>哎，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第一次见杨川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男人不靠谱。当然记得。你还说他没有吸引力。 缺乏想象力，一看就没情趣，都被我说中了吧？我当时就看杨川那个眼睛，他就不是一般男人该有的那种眼神，他身上没有那种男人该有的那种闪光点。可是，你没有说他会劈腿啊？我哪知道现在杨川这种货色都这么有市场？ 这个男人啊，果然是一种有无限可能的生物。哎，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女人。何以见得？亲爱的，你在干嘛呢？有没有想我呀？什么？你竟然没有想我？哦。 你都想我什么了？嗯？哎呀，杨先生，这次真的收获丰厚啊！你好，你好。不仅靠自己独立的科技产品赢得了欧洲方面的投资，还收获了爱情。 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，这位是杨太太吧？哎呀，真是名不虚传呐，久仰久仰。听说还是餐厅收的时尚总监什么时候换人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是你？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听说杨先生现在已经创业成功。
还为China Show找来投资呢。哟，这个女人好大一股酒啊！不好意思啊，因为要见新的客户，所以刚才喝了点酒壮壮胆而已。既然你知道我们是新客户，还不好好伺候？哼，想要投资 China Show 的人遍地都是。 觉得招待不周的话，找别家就是了。反正你们又不是第一次劈腿了。好女人，你说什么呢你？干什么呢？打得不够是不是？好了，秦岚，闹够了没有？这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两个之间是你先不要我的。杨春，你搞搞清楚，你克制不住七情六欲，你就安安分分的做你的小人好了，满口的礼义廉耻。 一肚子难倒你肠，两个都物质的话，也是一种幸福啊。我们走。你今儿可是立威风了，同志们，给青兰鼓掌。啊，你们还是给我上香吧。杨川成了我们的客户。 我还惹了他，昨天立功，今天闯祸，哎，哎，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明天不去上班，这一切就与我无关了。哼！啊，好了吧，你也不用跟我们撂狠话了。我跟你说，活也甭愁，死也别怕，那才算你有种呢。<笑>行了行了，哎呦。 别逗了，我送他回家。Taxi，Go Go Go！ 啊，你和慧先回去吧，我自己再随便走走。你没关系啊？嗯，啊，没事。突然想起一句话，爱情最大的作用，就是让你在午夜时分，自作三刀。啊！ 别闹了，你真的可以啊。嗯 ，OK。 你到底是谁？我老板有事情，想请你帮个忙。怎么是你啊？怎么了？很意外是不是？可是，Kim不是已经入狱了吗？所以啊，我才会出现在这里喽。你为这种凶手卖命，难道不觉得是一种可耻吗？可耻？你放心。
现在你很安全，放心吧，你很安全的。只要宋刚浩能够出现。 你做梦啊你！我不着急，咱们可以慢慢耗着。估计最着急的人不会是我，而是宋康昊。那你真的是太高估我了。哦，是真的吗？你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 喂，是宋康昊吗？都听见了吗？啊！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想做什么，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啊。半天见不到自己的小美人儿，很着急吧？宋康昊，你不要听他的，你不用管我，宋康昊。 喂，青兰被绑架了。什么？谁干的？十有八九还是 Kim。我哥。是韩国那件事的报复，但我没想到他们先会对青兰下手。那青兰现在很危险啊。他们的目标是我，估计青兰还是安全的。你确定吗？ 我们要赶快找到 Kim 有火吗？这家里的饭吃多了，也总想换换口味儿。哥，牢饭好吃吗？是不是在韩国监狱里吃的，比在家里吃的香啊？你还是不知道的好。 我总觉得吧，这人呐，坏事做多了，早晚得回去享福。滚！你这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滚！
您别生气，我这就消失。别人家的东西，我不稀罕。 打火机里所有的证据。对，现在我只有一个请求。行，你说，咱们两个分开行动，你去找 Kim 的打火机。我已经被我爸赶出门了 ，Kim 虽然被保释出来，但 SG 已经不行了，他也不能公开露面。 我记得 Kim 的办公室里好像有一个保险柜，你去找找吧。总之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 哎，川妮，别动了，开心啊！快，给我备车！快，姐夫，怀孕初期不宜开车，怀孕中期不能开车。这不还有你呢吗？哎，师傅，你们别搬呀！别搬，我工作。哎，大海又回来了，你们别搬。武佳，你们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别傻了，他不会回来了。你以为你得不到的东西？ 别人也不能得到，是吗？你他妈说什么傻话？我还没输呢。Kim 说过，他要回来陪我看首映的。切，你醒醒吧，他现在顶多拍个《监狱风云》，还是韩国版的。Kim 根本就不会进监狱的，根本没有证据让他被判刑。有钱是吧？我知道他有钱，搞不好现在律师已经把他从监狱里弄出来了。有钱并不代表他没罪。你还有事吗？ 没事的话，请你们出去。我的事不用你们管。你怎么这么执迷不悟呢？哎，你以为我们今天是来问候你的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青兰失踪了，一定是被 Kim 的人绑架了。你们到底有什么阴谋？你们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 Kim 干的？失踪了，失踪了，你不会去报警吗？跑到这里来跟我发什么疯？青兰失踪，我看八成去公园的陈子俊去了。你说什么啊你？